看见打开厕所门，厕所里有好几只乌龟，乌龟一看见同修就弄开了下水道的盖子跑了，还有一个没跑，同修说你别急我帮你，结果水流很大他跑不了，厕所里就有很多水，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知道啊，功德有漏，发生有漏，连寿都跑了，上命都跑了，啊，漏寿了，嗯。